Hot and fish.你别摇螺，边介绍一下这什么情况？这是现在是沉底，早上起来是沉底，就是失败的事情。Trouble. Oh, two banger. All right. Wait. That's a line out. Bring it over if I can pull it up to the rod over there. Okay.Castle. 这种石斑介绍一下什么？这种石斑是海中的一种叫 Castle， 也石斑的一种。美国人爱吃吗？啊，鱼肉很鲜美，早上起来他们不是吃萨西米吗？小，施压了他。他送你掉了。这个招点那热量全放释放出来了，挺大的。我脚经常不得倒进脚吗？谁知道呢？哎耶哇啊下来好Tighten up. All right, up to the rail. Down to the rod, point the rod down to the left. Now walk to the left. 我从鱼米掉下来。Fast sea lines, get your ass. Oh.
Yellow fish. Yellow fish.
那个客往那里的，来来来。
好大啊，金夏。行，太爽了，在这儿在船上一共钓1000多斤了。哎呀，过足了瘾了，钓金枪，钓金枪鱼。吃吧吃吧。
哎。要两千就要他要着，这单板房都抵了抵了不下来。摸几个吧，终于得到，太激动了，现在好多好多，啊。哎，中鱼了，快快快快，中鱼了，我拿不起，哎我，快中鱼了，快。来来来。鱼没中，鱼你嘴巴去，钓的鱼那个之前钓不干那几把钩，多简单的事情。怎么简单？怎么简单？你几把钩那不？哎呦来了！你钓？哎，这个烂鱼。哎。哎。哎 ，Ross， 现在烂鱼打上就吃，不管死的活的，每个人一条，每个人一条。哎，又是烂鱼，一手干。嗯。
Coming, Ed. What?这怎么那么大件儿？我吃了它。你看。这啥吧？好！来，要这次累了没吃过饭，来吃金枪，终于实现我的目标了。耶！钓鱼没？来吧！啊！这条鱼好大！耶！好，毛妹一听来齐，钓上来了。啊！好好好，开船了，走。小鱼大鱼，雪梨多到雪梨来嘛，哎呦，哇，上哪去了？上船了，不大，来，再走，来，上来吧。我先上他来吧，你慢点啊，后边全是杆子。后边全是杆子，慢一点啊。啊！太小了，OK，好，OK。
Ed.2000多斤吧。
对，其中有几种金枪鱼，其中我们就蓝鳍我们都钓到了，都钓过，钓了几条，很好，收获很大，美不胜收，很好 ，OK。实际上是五条，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严重超量了，因为我给了我20个号，基本全都完没有了，然后我的白号已经没有了，他就用其他别人的那个号来代替，全都用没了，通通用没了。我们今天已经严重超量了，一个小时钓了，钓了几百，200多-300条的，那不止啊，那边还有，得300多条，那边还有，好了吗？他这个鱼，还是这个鱼。你快上啊。哎呀，这马走了回家。现在这个咱们都不钓了，我们现在基本我们国内人都不钓了，因为一个是这个钓的差不多了，也保护资源，再一个他们这是外国友人在这钓，这是第二轮了，第一轮已经钓了100多条了，200-200条都有，我们等一下看他们钓，来给大家。把这鱼给咬歹了，跑了，给咬跑了。那还是啊？还是把鱼给咬跑了。太大了，这个肯定是属于好像业种的任务。
吧？哎，咱不是地修了？你这个空的不是吗？你这个空的不赶快收了，快快上去，快上去！哎呀！哎呀！你那边烧鱼的还有呢？哎呀，我劲儿这么大的个！哎呀！你那边烧带的还有个呢？哇！哎呦！哎，这是多大的鱼啊！哈哈哈哈哈！劲儿大哈！
underneath them. Pull that thing over.20条吧。
上午刚钓上来的，只有我们钓鱼人才能享受到这美食。齁了，吃一个。OK， 石斑鱼，石斑。是你说人家吃的干嘛的？石斑鱼。好，吃吧。好。再拉根我能吃二斤。咱俩是干什么？不是好料就不太行。哎，都是人啊，那叫的烂鸡金叉，哎，拿八万，干，干，哈。好吃，这什么黄金枪？不是，西班啊，红斑啊，红斑西班。它俩有什么区别？肯定不如斑鳍了。它那个一会儿发，我以后吃回来一我在家吃吃完了放在那以后，这个不用做。这是个红斑，带点肥的，带点红的。我们宰鱼时候，现在还不是你弟的油，你就油子蘸蘸。你弟的油更好吃。我尝一下啊，不就是点烂鳍啊？它的这个片儿吃厚了，这个不厚啊。这个鱼咬劲儿，这个才嫩。这个应该就是烂鳍，应该呀，应该干什么？就鱼口鱼化那个感觉。这个烂鳍啊，哥呢有点散。他拍了，他像我。啊，那咱不拍，那等着我来行。我这刀够快。黄鳍我钓的是蓝鳍，蓝鳍一共钓一个，多少一个八条斤？拿吧，来，这个刀肥，吃样快。哎，我们钓鱼人就是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我们中国钓鱼来唱一下，什么叫蓝鳍？自个儿钓的，自个儿吃，太棒了！你们来吧，来享受一下啊！吃这个你都不吃。你看啊，这个鱼来浙江为什么好呢？你看啊，啊，有人吃了，好了，好了，啊，入口即化。来鸡肉好，吃什么呢？到底的，可以压死掉，到底了就化。太棒了，那你这么让他说摘门里头Take you for the nighttime cabin on spot tonight. Oh, okay. Oh, another bluefin tuna. That's smart. He just waits until they start biting. That is like so funny that like we hooked that one yellow, then we hooked a couple that away, another one. There's the second one. The shark is pretty fishy. Yeah. I think that's how to make that one. No, I was hoping he was going to get it. I didn't think it would make that one. These guys, nighttime. Sorry. Oh, new foil. New foil to the bird. Roll it up. Corner, please. Just let him run. Let him run. You're helping fight the tail off. Bring that in. You just said this in the galley for me? Yeah. Hey, what's up? Ow!
Hey Tyler, can you go turn the lights on? Top three breakers on the right hand side, skip two and the next three. Going across, guys. Trying to do one big, guys. We got 15 baits on the deck. One big at a time out of the trash. Excuse me. Coming in, guys. Coming in. Good job, Charlie. Wait, you come under. You come, there you go. Follow your fish. Come on down, gang. Come on down. Grease pool. Head going too. Hey. Don't do that, or are you stuck on this one? Want to cut it or no? Right there. Okay, right here. I'm going over. Why? Sinker, Tyler. Oh, 鲨鱼! 哎呦，做鲨鱼多牢喽！哦，再见，再见。 鲨鱼刚上来了，一上来鲨鱼就完了呗，到眼前了。哇，来两句，这多可惜呀！挺大的一条，对，到眼前上来了。说两句来，说什么？继续吧，换大钩子，钩鲨鱼吧。
看见了鲨鱼。哦。啊，就来了！你不动了，挂它。看鲨鱼这一口。一口，我刚才看你游过去了。不是鲨鱼也要嚼下来，挂它，用大钩。可以的。你来盘儿。你说一下，他们美国人钓着蓝鳍都吃个心啊？洗一下。美国人只要钓蓝鳍，都把这心脏吃的。这条鱼，这大鱼给擦成一半了。这个心，中国人都要吃蓝鳍啊。好了，我吃了。棒，好吃。好，咱们中国人钓的。太棒，哎，太香了。好，你像小西米，看看啊，还有这个。说一下，我们来这是为了钓这个的。我来到墨西哥就钓蓝鳍，你像太鲜了，太好吃了。钓友们，在墨西哥湾。有烂鸡精枪，太好爆了！来吧，来块。你就得飞到尾巴，你我操！哎呀，这是啥子炸弹啊？Whenever you pick the last like dinner down, they're all on the front. I'm putting this right here. It's all good. Yes. Two! Right here. What do you want? Tell her she can have three of the small ones. All the way down. This, two of these, or three of those. Number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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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